跟你说啊，这个家长哈，结婚正常，媳妇儿跟闺女完全有本质的区别。就是许凯都琢成这样了，他要回家，明儿再换一个零件，他妈就俩月接受不了，仨月我不相信接受不了，那他亲儿子。不，咱就别说换一个，徐凯就一年换一个，对，也能接受得了。当妈也不太算一个不。对，那我现在告诉你句话，就是徐姐，李明哥说你不行，这个没有以前好，正但是他也能接受得了。我跟你说，那是他亲儿子。还不接受，你做梦去吧，不可能。基本上这是痛行的原则。而且我要跟我儿媳妇儿，我也讲了，但我下再换一个，我跟你讲，你别给我进门，永远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你整个领着，你看这个领巾。我们俩一起还坐这本份儿啊，真的，没有几人可以坐。我不是，你要不我怎么说？顺从，你就是带着一个女孩，行吗？你把他带进头发里了，你就把这心眼都窝心里了，你永远别跟刘远远说实话。主要是这个东西还要看本质，学影这个本质还是比较容易被这种教化，要放教化你，你也教化不了。所以说，之所以学影带着学，只能带学影玩，是因为学影需要一个人带着他玩。你太那怎么了？你信不信我从小到现在，所有教育全我带，这一点应该孩子确实。也许我这一个礼拜，礼拜六他过来上。肚里藏着一个。潜移默化的影响他，也能把他影响出来。对呀，我就认为就靠着我这个能力，让我跟全校排第一。现在正常人想做姐，他不想。啊，他不在我。他现在跟正常人思维完全不一样，你没法引导。我儿子没排到第一，我就想挣钱的方式也不一样。就是你小时候净排到第一了。没有，我啥时候？赵振排到第一，你排到第二。到第二没排过。我最次的一次排到第一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我是一个多大的提高吗？人有时候哈，真的吗？人有时候学一样，最次的是到第九。你咋记这么清楚呢？我就记最清楚。不过确实，当时你跟夏阳是属于齐头并次那种。夏阳当时也很差。话点非常非常简单，你不要想太远，知道吗？我到初三的时候，人看他有时候哈，你拿起干啥呀？聚精会神的看。并不代表说你想迷茫了，那时候都迷茫了。绝对就是你只是说一时的对这个东西好奇，接触的严重，家庭。有时候你想东西想的，主要是大哥把你带坏了。你的思维超出人，在那个阶段，纯是我哥教出我的，就是，所以我就知道大哥把你教坏了。我的结论正确不？我因为我的生活状态非常满意。大哥成天带一个，带一个，带一个，你这样看到之后，我可以去照顾他。我有个非常出色的儿子，我可以去教导他。对，这就很好。我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，我非常快乐，我有一个朋友，我干嘛找人回家？而且前车之鉴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耳闻。快乐，我不用看你们说我现在过怎么样，是真的可以了。离两次呢，我就知道一次。就是正儿八经结婚结两次，离了两次，像第三回了呢。谁？三婚？谁？三婚？我都八婚了。